这边跟大家介绍这件是一件古赖护佑的盘口瓶，大家可以看到它身上有很多的落灰的烧出来的痕迹，那也可以看一下它的底部，是一个有点年代的这个赖户花瓶。那大家可以也看一下上面这个盘口部分也都没有缺损，它的状况保存的相当完整。